中豪，该说什么？哎，那阿贝多玛他怎么走了？而且表情有些冷淡的样子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，空你感冒了吗？你要去雪山哎，能不能好好穿衣服？话说回来，今天的话剧情应该全都解开了吧？我应该不会再被断章了吧？我是不是能一次性把所有剧情看了？我想让你帮我做个装置，果子放进去直接变成果汁，这样就能一直保存了吧？这不就榨汁机吗？别丢人现眼了，我给你买。有可能把你珍贵的果子都变成有手有脚的果子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没事，我有录播的。你们什么军训、什么上课的、乱七八糟的，都赶快滚吧！别自责，是派蒙的错，我会严加管教派蒙的。我只是想要果汁而已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自己去点蜜雪冰城。他今天心情不太好的样子，会不会不理我们呀？怎么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说阿贝多心情不好啊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不过，今天的阿贝多似乎有些不同，为什么？怎么就不同了？你见到他了吗？不是，因为刚才就只看到他这样走过去啊。哎，就一个走过去，你们就说人家心情不好，你们也太以貌取人了吧，兄弟们！我被米哈游骗了1000块钱，兄弟们！我让你们看一下事情的起承转合。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？安博，哎，好久没见安博了，感觉。这个 BGM 我 PTSD 了，我感觉我回到了蒙德茶会。拿旅行者空的配音员录音，大家好。那么准备好派蒙和快乐水，呸，零食和快乐水，我们来一场蒙德茶会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能看到我？我就模仿一下叶琳。大家好，我是原神男主的配音演员录音，然后都不用跟我客气啊，叫我龙哥就可以了。各位啊，好久不见。哦，连旅行者也要加入了呀，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人就是要越多越好。阿笨，你声音怎么了？还是让我来解释吧。这就是阿笨啊。小朋友，叫我优拉就好了。啊，优拉这么温柔，小朋友。嗯，优拉姐姐，你也叫我乔尔就好了。优拉姐姐？啊，不然了，大妈。从前是和爸爸一起堆雪人，现在爸爸不在身边，那就由我们来陪他吧。懂了，我们都是他爸，有气无力，老子刚起床。也没有刚起床，早饭已经吃完了，就是还处于刚起床的状态。等等，你们俩为什么互相看着不说话？不是，派蒙，这句话你有什么资格说吗？派蒙问我为什么不说话，哼，好好笑，今天最好笑的笑话了。这里只有我们，你就说吧。但是优拉似乎还有其他困扰。难道你一直盯着我的表情吗？这仇我记下了。难道你们一直盯着他的表情吗？那倒没有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盯的是空宝的表情。四周几乎有诡异轻响。你有没有听到？好像有奇怪的声音。看来是跟丢了。这个声音是阿贝多。两位来雪山有什么事吗？说来话长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也想画画？不不，我自己就不用了，是想让这家伙学学啦。我会画画。外面这么冷，我想快点到营地去烤火。我就不说话，你有好意思说冷？这是我的一些炼金术笔记不见了。啊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也有同感，不过雪山上曾有过秋秋人入室捣乱之类的事件。活该，谁让你不装个门的。小印从门口往那边去了。这也好意思叫门口？哦，哎哎，哦，他在干嘛？什么？呀！
帮帮忙，得小心起来了，点玩过头了。校工怎么回事？那一会儿见。你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阿贝都走后，等候了一段时间。好慢啊！还没过多久，也就五秒吧。要不要趁这个时间找点事情做做？比如先让我回一下血。没用的东西，从一开始就不该留着。哎，这是阿贝多会说的话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耳熟的声音，快去看看。有人吗？帮帮啊！这个声音是小倒霉蛋。不是，班尼特怎么穿的比空还少啊？不守难得，这就是火系小男孩吗？体内充满了热量，说起来怪不得不会冷。来雪山干什么？冒险家协会在这里举办冬令营，我身为资深冒险家，当然是来带新人的了。原来你也要带新人呢？那些人好危险。哎，说起来，哦不对，蒙德有班尼特和雷泽，那个道七有五郎，李月是不是没有这种不守难得的小男孩啊？李月是不是该出个了？该出一个了。行秋，他没上半身没怎么露哎。什么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们一直在找你。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吧？我不是让你们留在洞口吗？嗯？你们刚才是为什么离开洞口？为了救班尼特啊。龙哥为什么没有配音啊？我有配音的，后面有不是 FIE 里面不是出现了吗？那个班尼特就是起飞然后砸下来开了一个大那个场景，那附近其实空有语气。我们有单独重新录了语气的。我是一个人造人。人造人？你们有必要这么惊讶吗？我和派蒙会帮忙调查，如果有人看见我或是类似我的人，我们就把信息记录下来告诉你。嗯，我会录屏的，到时候你自己看。嗯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旅行者派蒙，调查还顺利吗？看你们俩的表情，莫非没有收获啊？我们还没开始，不是吗？我们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过来了。或者没有明显的行动才是对方的一贯思路吗？你们看，这个不是选项，米哈游都不舍得让我们去配。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。可恶。喂，什么声音那么响？我们去看看吧。这猪怎么还有野猪啊？怎么它不掉肉啊？你们的运气未免也太差了，该不会是因为班尼特吧？啊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只是一些山崩、积雪崩塌、跌下斜坡之类的事啊。我的运气一向很差，留在我身边也会被我传染。哎，没事，区致命伤而已。我就不怕班尼特啊，虽然你已经六命了。我来试试，这条路准没错吧？你们为什么就是这样看着？我，哎呀，屁股好痛！哇，这几个人怎么会有块碎冰呀？你们为什么就只是看着？而且人家班尼特摔倒了，他们还在这里。哎，你们以后遇到班尼特要小心一点哦。就在这里这么说，赶快去扶一下班尼特啊！各位，行动起来，我们去阿贝多的营地休息一会儿。各位（括号班尼特除外）空宝走在最后面，他要看着前面的人都很安全，他才放心。我的作画可以视为一种蓝图，然后用炼金术将制造过程省去，只是一种很低级的技巧。苏贵，你能帮我画几把武器吗？这类技巧甚至可以拓展到生物的创生上，也就是说角色也可以。哦，既然能变出椅子来，那我想要靠背椅可以吗？那我要什么？我好像现在武器都有了。
那先化点原石吧。可恶，阿贝多，我刚才不小心说错了，我也想要靠背椅。你看，就空宝一个人坐这种板凳，阿贝多你也是情商够低的。其他人都选了靠背椅，你就不会？哎，旅行者他们都选靠背椅，要不你也选靠背椅吧？哎，好，谢谢阿贝多，不就行了吗？可以坐吗？这椅子？可怜的空宝。哎呀，这什么硬件水蜜桃？这个视角，哎，不行，巴尼特被遮住了，又被遮住了，又被遮住了。哎，哎。不是，不是，他这个火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看，他火一直是会在这里，这个火拍照的时候不会动哎。你没有发现这个火？你看，它其实有几帧，这上面是没有火的，曼尼特是露出来的，但是拍照拍不出来，为什么啊？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个火在前景比较有那个味道。可恶，这样呢？这样可以吧？至少没遮住脸。关于阿贝多自己，真想回答你一句我很好啊。 I'm fine。 班神是不是该去帮帮忙呢？哎，别去。还是老样子，是那个你熟悉的倒霉蛋，但只要霉运没有将我打垮，我就会再一次站起来。好可爱哦，班尼特，你是怎么让那么多优秀同伴凝聚在你身边的？用原石就行了。请把篝火点起来。安博，点一下火。不是，这也要让旅行者来。想看烟花吗？哎，你在射哪里啊？哎，我服了。你看他拿烧瓶的手那么稳，就知道他做菜也不会乱放盐和胡椒啦。我说啊，你们既然选了有靠背的椅子，就给我靠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换一下。两个女孩子出去泡澡去了，而且是在雪山泡冰水澡。这就是提瓦特吗？到绘画时间了，二位，是时候展现实力了，我来小露一手。想好画什么了吗？不用问，肯定是最好的伙伴我啦。嗯，那就画派蒙吧。我有看到很多屌图，就是派蒙的，原来在这啊。这样不能把他吵醒。派蒙，别摸。别睡了，醒醒！哇，睡眠质量真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在你心里，我一般是什么表情呀？晕乎乎的。哎，下一步画身体吧，快快画出你心里的我的样子。优秀的应急食品，我画完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不错吧，很还原啊。你怎么说你好啊？你面线条很流畅。他表情好可爱啊，一脸爷画得很屌。艺术是发自内心的。什么？你是发自内心把我画成这样的吗？派蒙，你很特别啊。我可以帮着稍作修改。那就拜托你了，虽然我觉得很理想。派蒙，这样可以吗？这谁？哎，我看到有人把派蒙这张画当作遗像，然后放在那放那个花圈还是啥的，然后用个胡桃在前面系，在前面拜他，笑死了。
下次有机会给你也画一张。别下次了，就现在吧。下次给我画画，这个 flag 到剧情结束的时候有收回来了吗？他不会到这次剧情结束都没给我画画吧？昨晚睡得真好啊，你们呢？我没睡。我刚才在营地门口又扔了紫烟叶。哦，动画来了，还是没猜中，说明坏的运气已经消耗掉，今天肯定能正常下山啦。别这么说，我也这么想，这一定行。糟了，是雪崩！快闪开！哦，磕到了！哦，尤拉拉着我跑了。你们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你呢？阿贝多老师直接跳。阿老师。班尼特。阿贝多。大家，我在这里。阿贝多呢？各位。哎，他脖子上的星星不见了。没受伤吧？刚才的事真是意外吗？表情有点难看。你啊，难道你也撞到头了？嗯，我没事。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到达，不要再有什么意外了。总觉得这一次雪山之旅有许多奇怪的地方，违和感也很强烈，可究竟是哪里不对呢？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有些事我没有头绪。我抱着你的脑袋会暖和一点吗？心领了，派蒙。每次打斗的动画喘还有战斗语音的部分全部都是重新录的，所以你还要挺有心的。虽然都是同为打斗的那个语音，或者说都是一些很相似的气息，但是毕竟在不同场景下不同情境下还是有一点微妙的不一样，所以基本上每一次动画都是重新录的语音。尤拉刚刚的样子似乎在注意什么事，莫非他也和我一样感到异样了？阿贝多，这里是下山的路吗？是的。好冷，走近道比较好，跟我来吧。空保警惕，休息一会儿吧，两位。阿贝多不能对话，哎，跟我说句话。旅行者，表情这么凝重，在想什么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没说好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们再来一条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像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了，会是什么呢？旅行者，我觉得，你小心。谁看了不喊一句班神？还没结束。
只魔物的成分很复杂。好帅啊！保护好自己，星空交给我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刚才那个动画好帅啊！当时我们在配的时候，其实只有草稿，也不是草稿吧，就是线稿，就是没有看到你们现在看到这样完全版的画面，特效全开的拉满的，就没有看到的。旅行者，你是怎么辨别真伪的？冒牌货的牌子什么东西啊？冒牌货的脖子上没有星星。片片花似乎很合理，又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？难道那天追小偷路上……等一下，这个断句不太对，我先看一眼。啊，难道那天追小偷路上遇到的也不太对？难道那天追小偷？难道那天追小偷路上遇到的那个冒牌货也是他？给我的感觉似乎完全不一样，不完全一样。莫非片片花的变化也不稳定吗？哎，那你们说，他脖子上这个星星摸上去的手感会是什么样的？也是和正常的肌肤一样的吗？没有，只是他说瑕疵嘛，我就在想这块瑕疵会不会就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哇，阿老师好好看。既然这个叫阿贝多，那假货那个我看到有人叫他阿贝西，就是夕阳的西，所以阿贝多的英文缩写就是 ABD， 然后阿贝西的英文缩写就是 ABC。 如果回答错误就会哇的一声被吃掉。嗯，真可怕。嗯，派蒙好可怕。什么呀，你们完全没被吓到吗？可能是我太坚强了。那么加入恐怖要素，片片花吃了人之后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样子，而且还有利用这个身份。一号落单的时刻就是二号动手的最佳时机，除掉一号他就能成为唯一的那个个体。但就在二号实施计划之前，有个特别的陌生人出现了。二号尝试与他接触，却发现他能隐约感觉出自己和一号有所不同。所以这个陌生人就是爷。怎么被吓到了吗？完全没有。阿老多，阿老多是谁啊？阿老师啊，阿贝多老师。不是，我想说阿贝多又想说阿老师。哈哈哈喝口西瓜椰奶休缓一下。迪马乌斯，你会帮我们吗？是你，不是我们。我不是很想要那种东西。研究哪种东西？嗯？又见面了。哎，刚才不是有星星的吗？对吧，旅行者？你的脖子印记又出现了，恶作剧吗？怎么了？我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不，一切正常。可是他的表情……哼，看你的表情还以为是我刚开了什么恶劣的玩笑呢。你的表情也不怎么正常啊，空。果然是恶作剧。不过没想到阿贝多会跟我开这种玩笑，难道他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印记所代表的意义吗？我觉得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觉得但是这个阿贝多应该是真的，这就是真的阿贝多啊。我觉得刚才因为确实是看到了他脖子上的印记没好像不见了一下，我觉得是阿贝多故意的。因为之前阿贝多不是问过我们吗，我们分辨真假的是通过什么？我们回答他说通过脖子上的星星，然后阿贝多可能是想说
光靠这个分辨，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太准确哦。所以来恶作剧提醒我们一下，试探一下我们能不能看出他的恶作剧。今天一口气做完了雪山的任务，有一点小累累呢。你们能够一口气玩这么长的原神的吗？虽然很好玩，也很喜欢，但是老了身体跟不上了。这刚好够一个哎。万叶，你别闹，我们很乖。哦，我是神里灵华的狗。Running love song， 哈利哈利路亚，要能够把苏雷爱一世啊哦。噔噔的感受，哈利的感受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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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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